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妙女子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《复仇者联盟》。这是寡妇的以前的故事。你好啊，我的小可爱们，想我了好吗？啊，我的小可爱们，想我了吗？今天我当谁好呢？今天我当谁好呢？穿的性感的小衣服哇！你看这边有好多的子弹。现在我们正在那个灰机上啊，所以说有一个颠。你看这边还有独立的卫生间，在飞在天空看起来上。怎样？更高一些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再高一点。上期也是打得特别的崩溃。好啊。哟。飞机好大呀！这种战术飞机怎么这个样子的？一下就把这破破烂烂的飞机修好了。又看到美队的盾牌，我们是要去找美队吗好的，托尼，我们需要向全世界揭露先锋科技的企图。我已找到一个绝佳机会，在曼哈顿的先锋科技体验，也就是塔尔顿的新适应体的媒体发布会，每个大媒体网络都会到场。我认为那会是几十个失踪的异人族突然重新出现的完美场所。不过我们得小心点儿，先锋科技这宁一点可都掩不像盖真托相尼的和杀风了格剩下呀。的俘虏，也不会冒暴露自己的风险。我们得掌握实验室的位置，好控制住那地方。幸好你俘虏了塔尔顿的副手，只有布鲁斯能让他开口说话。他已经自告奋勇去了。不错嘛，托尼，去审讯室，我会告诉布鲁斯准备好出场。罗曼诺夫女士，皮姆博士想在您方便的时候，尽早与您在战术演示桌前谈一谈。皮姆博士，啥事儿啊？你好啊，娜塔莎，谢谢你在先锋科技监狱的营救行动中出手相助，也谢谢你用小小舞者的身份所做的一切。我一直都好奇那个神秘的守护天使到底是谁呢？不客气，汉克。有时候见不得光的人做事最靠谱。没错。话说，你们在不用泰瑞根功能的情况下，到底是怎么让奇美拉号重新启动，并且还飞上天呢？奇美拉号和以前的空天母舰用的是同款标准引擎，有点像混合动力汽车，只不过更酷一点。我感觉你打这个电话不光是为了道谢，博士。让你说中了。我们对你们从监狱中发来的数据进行了一些研究，先锋科技已经成功运走了大部分异人族，我们跟踪了运输路线，但需要有人去进行现场行动。我们会尽力而为。谢谢，我已经把一些任务细节发到你们的战术演示桌了，完毕。中文听的还是有点点小尴尬哈。罗曼诺夫女士，欢迎回到奇美拉号。我有关于潜在的先锋科技叛逃者的情报，是您担任小小舞者期间发送给我的。我已经将一个您可能会感兴趣的位置标记在了战术演示桌上。谢谢贾维斯，很高兴你能再次为我处理任务的各种细目。就像人们常说的，就像回到了过去。我们现在可以使用黑寡妇的连锁任务了。蜘蛛来了的连锁任务，解锁以后会得到主独一无二的装备，可以解锁黑寡妇的标志性装束。哇，好大呀！风景不错吧？还不够让我分心，不去想楼下有什么东西。但我觉得我准备好了，我非准备好不可。好，我去给你准备审讯室，想谈谈的话就用无线电联系我。谢谢娜塔，我只需要暂时花点时间思考一些事。好吧，别想太久了。嘿，娜塔，审讯杰焦恩·虑。罗伊带来了奇美拉号所需的所有能量核心，我想它可以待在上面。
根据需要帮助你们准备。我们可以重新设定另一台先锋科技机器人，顶替他在乙丘的工作。嘿，纳塔，我要去和莫妮卡谈谈。他会把你玩弄在掌心，你知道的吧？我觉得我够了解莫妮卡。不，你不了解他。莫妮卡有1000张面孔，需要哪张他就换成哪张。对，听着，我只是想说，你要是心怀期待的进去，那他肯定会打你个措手不及。麦克风测试开了吗？好，等一下，随着先锋科技体验，坚持住好吗？我尽力，要立即摆脱这种无助感是很难的。先锋科技干了那种事，我们一定要报复。这是一个异人族，我保证。很好，我已经准备好战斗了，就等你一声令下。想要新造型，我可以提供。看来你恢复得越来越好了。那所监狱真是把我折磨够了，不过我马上就能准备加入战局了。跟他们这些人聊了一聊，然后我们就准备一个审讯室吧。都把守住了吗？是的，罗曼诺夫特工。很好，帮我打开气闸，除了班纳博士之外谁都不能进去，明白了吗？是，女士，启动气闸复写协议。哦，你和莫妮卡共事也有很长时间了，她已经改变了，不是吗？并没有。听好了，我觉得她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你。但要是我猜错了，她流露出了真感情，那就好好利用，那是你的筹码。我一向欣赏你有话直说，娜塔。你最好的意思，不仅如此，你非成功不可。我们得先找到剩下的异人族俘虏，再去打搅一下先锋科技体验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那个什么啊，守的人还是挺多的。犯人已经安置妥当了吗？那个房间是用来关浩克的，他哪儿也去不了。很好，说到这个，除了班纳博士谁都别放进来。收到。黑寡妇会有审讯技巧，但是其他人不会啊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哦，你们俩是怎么传送进来的啊？这下有意思了。听证会后他们还没说过话，你觉得他可以了吗？他要准备等我们弄砸了塔尔顿的小派对，他就要善后。先锋科技体验啊，黑寡妇打眼睛真好看。听着，我们必须找出实验室位置，这关系着几百条异人族的命。所以你叫小小舞者啊？我猜猜，如果是你就会娶火箭人。拜托，差得远了。好吧，你太了解我了。好戏马上上演。看布鲁斯怎么跟他谈啊，不一定能谈好这事儿。邪魅的一笑。让我猜猜，你们打算在适应体登场时大秀一场，上演复仇者凯旋而归。囚禁和折磨是先锋科技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方法。拜托，艾伯拉、天花、脊髓灰质炎通通都能致命，如果没有小白鼠。异人族不是病人，莫妮卡，你只是榨取他们的超能力来制造小机器人。那些是拥有复杂 AI 的机器人，他们能够评估自身力量，并且采取最有效的做法。莫妮卡，这还不是榨取这个能力然后制造一个军队吗？泰瑞根是能做反向工程研究，但你很清楚这样会带来灾难。 A 日使你就在，你知道再来一次不仅会威胁到异人族，还会威胁到所有人。 A 日明明是你们惹的祸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布鲁斯，
可恶，看来这桌子还是不够结实啊！看来桌子还是不够结实，看来有些事仍然没变。哎，笑死了！咦，咱俩坑啊？这布鲁斯太帅了。对你来说，全都是场实验室吗？包括塔尔顿异人族。我。搜遍全球，你们也找不到实验室。适应体一定会出动，布鲁斯。拯救世界需要做出牺牲。肯定不好审讯的。我们得找到实验室。贾维斯，侦测到先锋科技士兵正在接近。塔尔顿来找他的搭档了。纳塔，昆士喷气机吗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跟我走。好。嘿，记得保护好自己。好，你也是。哟，卡玛拉，我们走。我们必须把异人族带到媒体面前，不能被先锋科技拖住了。我的想法，先把这个东西该拿的拿上。卡玛拉，你说。徽章，可以换一下这个。对，托尼，一大波武士正在靠近。布鲁斯，绿色警戒。先等一下。给我几秒钟，可以吗？布鲁斯还生不了气，真的。他们似乎急于夺回拉帕奇尼博士。贾维斯，注意照顾我们的客人。他可狡猾了。哇，这怎么变成紫色的？哇哦！贾维斯，你能打开这扇门吗？抱歉，先锋科技把我拦截了。看起来我们要用些比较原始的办法了。够原始吧？好吧，事态变严重了。告诉你件事，如果你能活下来，也许我会给你一个工作。放呆了。很好，集中对付那些发火的机器人，我去把天上那一堆铁家伙搞下来。乐意之至。布鲁斯，你准备好发火了吗？哦，这才像点样子。纳塔，把他送到坏家伙面前，然后远点。啊，我冲的太猛了是吧？咦，好吧，你是死了。告诉你件事，如果你能活下来，也许我会给你一份工作。放呆了。很好，集中对付那些发火的机器人，去把天上那一堆铁家伙搞下来。乐意之至。吃下血啊。等于是打到老家来了。启动火炮，塔尔顿很快就会朝你那边去了。到控制室去，孩子，有东西靠近能量核心就做爆它。没问题。哇，可汗小姐，他们突破进控制室了。我这就过去，请抓紧时间。
酷。妈呀！不好，他们在破坏能量核心。等我下呀，贾维斯，我要去把他们都揍扁。来得太及时了，科海小姐，有人正在侵入我的系统。浩克在前面的涡轮机那里扫荡塔尔顿的机器人，但我们这里可能马上要人支援。干掉的越多越好。系统级受到严重损伤，科海小姐，请守住。好了，舞会在哪儿？三点方向。看到了，掩护我。你把那孩子放在哪儿？怎么了？可恶，浩克到哪里去了？他正在围剿对付先锋科技的大量部队。不要大欺小，以大欺小。哎，哇！这是一个核心，喝上一个血。贾维斯，你还是你吗？贾维斯被入侵了。贾维斯已经不在家了，他忘了。该结束了。塔尔顿。各位，我这边出了点问题。各位，我动了点手脚，等你的新朋友发现的时候，早就太迟了。解决了我再说吧。你应该接受我的条件的。然后就落得和别的异人族一样的下场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不带了莫妮卡就走呢？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情出来？你会明白的，复仇者的利用你，卡玛拉。老哥，你这洗脑对我没用啊！啊，你太天真了。闭嘴！你的新朋友一定会让你失望的。他们一向如此。我不像你，我对布鲁斯他们有信心。我以前也是。这个世界很快就会记起复仇者到底是群什么样的人。你都在说什么？是。
走这儿躲一下。这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踹过去就好了。贾维斯，你没事吧？应该没事，可汗小姐，谢谢你。不过拉帕奇尼博士恐怕已经逃走了。碰到麻烦了，卡马拉，快到指挥区来，现在。我来了。他要跑了。莫妮卡还是被救走了。天哪！我们正在曼哈顿的先锋科技体验中心向大家现场直播复仇者的回归。他们似乎正在攻击城市。锤锤。他们恰好在先锋科技计划发布新一代适应体的日子发动攻击，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吗？请不用谢。不用谢。我最喜欢的锤哥。奥丁之力，长按二会激，长按二就会激活。天哪，索尔，你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当我正忙着服务凡人的时候，真是忽然就开始下铁块了。有你在，真是太好了。你不会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吗？有什么关系？毕竟他现在来了。亚猫的神又回来了，为什么？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事，索尔，你放弃了自己的力量，就不该再回到这里。只要有凡人陷于危难，我就会再次现身。你藏在哪里，博士？你敢面对我吗？看看你周围，我无处不在。找一个那个什么。我忘了它是一个飞行单位啊。当当当。
样，看来他也挺强啊。先锋科技的运输机过来了，我看见他们了，专心对付那些机器人。卡马拉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对，有事，马上就到。浩克，你能行吗？去打那个。那些是什么东西？他们正在撞开甲板。是塔尔顿准备用来击毁奇美拉号的。这小东西很有意思，不是吗？先锋科技的部队朝引擎室去了。托尼，快下来！孩子，跟我来。收到。敢问这孩子是谁？为什么就是他？完蛋！清理一下，索尔，我们忙不过来了。奇美拉号还在往下掉，索尔，你能用风把它拖起来吗？那会把整条船撕碎了。还有呢，还有这么多。你杀了美国队长。有谁会倒在你的锤子下呢？闭嘴。可一哥有点怂了，谢谢。找到了异人族，还有足够指控他的证据。什么的证据？等我的前同事没再偷听，我们再来叙旧吧，行吗？进去，我乐在其中啊！
刚刚恢复，可以用了。你能启动封锁机制吗？正在处理。围住他们！你还记得该怎么团队行动吗，金霸先生？我记得我更欣赏浩克的简洁明了。哦呦，好好合作，要不就都给我闭嘴。回退，是一个传送技能。哇塞，哦快，天哪，用雷电，哦用雷电，雷电的力量发电是吧，又飞起来了。你们都彻底失去理智了吗？嗯，浪子回头了。你们几乎毁掉了整个曼哈顿。哇，真道貌岸然，世界在煎熬的时候你人呢？认自己的过失，并且不犯新的错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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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撕逼联盟。我们的计划是要大闹先锋科技，向全世界揭露塔尔顿的计划，让所有人都知道。雷鸣般的掌声。他是通过折磨异人族让适应体获得超能力的。那些人让他们接触了致命剂量的黑暗泰瑞根。这还只是第一步，小乔治正打算发动战争呢。
而且更糟的是，卡马拉找到了证据，能知道史蒂夫当时怎么了。嗨，嗨，英雄需要一步一步练成。你还记得我？没错，偶像。让我看看录像吧。贾维斯，你搞定了吗？我已经破解了加密，可以看到更多内容了。我们必须关掉反应堆，他在把我们拉向那热能信号。我试过了，但没办法断开那血液的功能。那你出去，然后把门封上。什么？乔治，快走！不对，这个不可能。到指挥区去！什么？立刻撤离，快！不不不不，队长，你在干什么？不，你在干什么？住手！哇，怎么会？美队把这个东西破坏的摧毁反应堆，他一定有理由的。什么理由？数以百计的人被感染了，有人死了。娜塔，冷静点，麻烦你给我有点担当。托尼，哦，这才是我认识的布鲁斯，干脆把所有人都拖下水吧。现在真的不是时候。没关系，娜塔，他在戈尔登艾克斯的时候就已经想这么干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的错，所有人的错。你们怎么不明白？嘿，我怎么觉得你真的相信了自己在听证会上说的那些鬼话了？我相信我们会带来危险。你真的觉得没有了我们世界会更好？没错。我受够了。你们一点都没变。老二，你们一点都没变。他是不能够康复的，他无法被治愈。我已经做过实验了，检查过他的 DNA， 检查了无数遍。你和我创造了这完美的疾病。我只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，我做出了艰难的抉择。住口！我不会背叛那些造就了我的同伴们。我警告你。怎么了，布鲁斯？我惹毛你了？这一直都是你的问题所在，你不断逃避。你是谁？是什么？也许这就是莫妮卡能算计你的原因。两个人打开了都。我同意，大块头，安娜是个胆小鬼。别这样，这是卡尔顿想要的。孩子，我劝你别插手。你是不是年纪大了？哎呀哎呀哎呀，幸亏带这个。我受够了。看来就只能这样了，就我一个人了。不完全是，可汗小姐。贾维斯还在。贾维斯，你能让奇美拉继续在空中飞行，对吧？还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。是的。那就好。愁死了，打开了，这搞大破坏。刚刚好好的飞船就被打成这个样子，我也是服了。没有证据就没有希望，但我不能就这么放弃。小姑娘要拯救世界。是这样的，我真不敢相信啊，这里就我孤零零一个人。很是尴尬呀，其他人都跑了是吧？就连神盾局的人都撤了，他们可能是以为浩克要把这地方砸了。没错，打起来了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下面又在介绍了，说复仇者联盟毁坏世界。审讯莫妮卡的时候有没有录像？当然，小姐，您可以在审讯观察室查看。我们去观察室看一下。可汗小姐，您希望在审讯录像里找到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总得想想办法呀，说不定他哪里说漏嘴了。先锋科技才是真正的敌人呐，要是布鲁斯和托尼能意识到这点就好了。正常撕逼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
我没别的意思，贾维斯，但很希望有其他人也在奇美拉号上。我不介意，可汗小姐。有托尼那张损嘴。有了，审问录像，里面一定有蛛丝马迹。让我猜猜。你们打算在适应体登场时大秀一场？快呀，莫妮卡，给点线索吧！搜遍全球，你们也找不到实验室。适应体一定会出动布鲁斯，拯救世界需要做出牺牲。啊，一丁点用都没有。我好想跟爸爸说说话。正在呼叫尤瑟夫·可汗。别啊，贾维斯，不要啊，我不是那个。你好。哦，贝塔，是你吗？爸爸，卡玛拉，如果是你，我真的太想你了。乔，我不是生气，我只是想要你回家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叫你隐藏自己的力量。可能你害怕。也会感到不安，但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一直真心的希望你要忠实于自我。我爱你，贝塔。我也爱你，老爹。我更爱你。哎呦，这一期视频不知不觉就过了这么久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该结束了。下期然后我们再继续小姑娘的剧情。适应体一定会出动，搜遍全球你们也找不到实验室。搜遍全球你们也找不到实验室。搜遍全球你们也搜遍全球。搜遍全球，没错，我懂了，是卫星，卫星火。复仇者们能听我说吗？我好像找到线索了。听着，我知道我搞砸了，我硬钻牛角尖，只想把 A 日的事情怪罪到先锋科技头上，但我相信队长他那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我相信。人们都相信复仇者，不只是因为你们那些超酷的能力，更是因为不管情况多艰难，不管内部分歧多严重，你们总是能团结。你们懂吗？差异才是你们最强的超级能力。我只是个难以融入其他人的新泽西怪小孩，但你们看到了我的本质，你们接受了我。现在有个坏人想伤害这个世界，而我们可以阻止他。善不在于身份，而在于行为。应该贾维斯录下来了，然后又发给这些人了。啊，浩克先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说那些话的。我理解。啊，在外面打了一眼。或者是眼睛干了。听着，我不是很擅长，我很抱歉，所以。
我也是。很好。那么你有线索了？那段审讯。仔细听，搜遍全球，你们也找不到实验室。嗯。莫妮卡没说谎，他们实验室不在地球。嗯，我没听明白。是这样，我被抓之后，莫妮卡和塔尔顿吵了一架，然后塔尔顿走人了。接着，莫妮卡调出了一颗叫做仙钻的卫星坐标出来。仙钻。那是神盾局以前的一个生物研究项目，先锋科技一定是占领那里时发现的。那地方肯定很适合藏那些异人族实验的证据，对吧？如果你想要在细胞级别上研究异人族，那零重力环境会很完美。干得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哟，知道该去哪儿了。需要找出一条路来。是灯芯计划吗？据我所知，您废弃它的理由是因为无法产生足够的加速度，辅助设施的。没错没错，就不要说无聊的细节了。那是我认识缩小先生之前的事。贾维斯，给皮姆打个电话，我们需要去太空实验室的方法，只有他能够帮我们。这个配音怎么一会儿声音大，一会儿声音小呢？奇怪啊。